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萌萌哒的僵尸鱼呀，僵尸小叮当呀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僵尸小铃铛呀。好嘞，欢迎收看两个小僵尸的生活大冒险呀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呀。首先，咱们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呀。上期视频，我是喜欢上了酿酒。酿造出来了各种各样的，像葡萄酒啊、苹果酒啊、红酒啊、白酒啊、金苹果酒呀、凡是经过我酿出来的酒，它都有特殊的功效、奇特的功效。最有发言权的就是小铃铛，来，小铃铛，我的酒怎么像样？酒太醉人了，然后呢？没了，啊？不好喝。好了，咱们这期的话，在上期视频不是那个咱们两个，怎么说来着？反正就是咱们吾皇给咱们两个下任务了，一是你自己去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男一，然后我这期的话就先你们也太急了吧，皇帝不急太监急，我媳妇都还没长大好吧，你们就要我跟她求婚，我看一下她小孩状态，我能不能跟她求婚先？不可以，你这样不好的，你这不是好人。这不是好人，哥哥。你看到没？看到没？他说我给的礼物是最好的，看到没？你给他什么了？哇，你在哪里得到的？然后呢？如何放心呢？如何放心呢？我的朋友会停止吹嘘了，真棒！我要给我的朋友看看，我的朋友偷走了这个，你有没有帮我打他？谁啊？是不是这个叫做小铃铛的，长得特别丑的啊？我没有啊。我再继续送他看，继续送他看，这很酷。他开始讨厌这个了，我的妈呀！再跟他聊聊下天看，讲个笑话。告诉我另外一个，好，再来一个。我告诉我的妈妈太有趣。你干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就如何放心呢？谁的？你媳妇的。看我手中这个是什么？看我手中这个是什么？看我手中这个是什么？血呀！哈？你怎么不掉血呀？信不信我打个响指就灭了你？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走开！你个屎变态！你个屎变态！走开！再见。僵尸小铃铛呀，飞到花丛中呀，飞呀，啪啪，飞呀。变成小灵珠呀，左飞飞，右飞飞，好押韵啊！下飞飞，你怎么虏获他芳心呢？为什么我虏获不了他的芳心？可恶！我就给他送了好多的那个就是金块，然后他就满心了，满心了之后我就给他聊个天，他就虏获芳心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不行？我就不信了！我今天我要花大代价，家里面还有绿宝石块。实在不行赚，还有绿宝石块，实在不行钻石块再上。我没有看到我喜欢的男孩子。不知道这个是什么。哥哥，讨厌你！别跟我说话！我现在一心想要虏获我媳妇的方。完了，哥哥，完了！我跟他聊天，成功率是0%。哦，刚刚应该出问题了，握个手。什么？你给我一颗钻石，我只会握你的手，什么玩意？讲个笑话。哥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刚看到跟你媳妇一模一样的女孩子，你过来！楠楠，你快点！楠楠，也是个牧羊人哎，贪心，但他是贪心的，贪心算了吧。等一下，我要送他金屁股，对，金屁股。那我就给他送走了呀。再见。
哎呦，我出去找个男影，怎么就把他给找到了呢？再来个金屁股。放在这吧，再见。礼物，给的礼物是最好的。再聊个天看。哎呦，你不要不给我看嘛！你这么着急，你需要停下来。为什么？妈妈说这个人这。怎么了，哥哥？我真害羞，不。我就不信了。咱们家没有钻石啊？咱们家钻石哪去了？在我这，我有23个钻石啊。给我钻石块。哇，这个小妹妹好可爱哟！就不给。给不给？给。不给我撕给你看。我害怕哟。钻石放中间，再围上一圈。我就不信了，这个东西你再嫌弃给我看。哥哥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我这一期还是开个新风罐把它给开出来了呢？完了。嗯？完了。哇，心情傻笑的话跟他讲个笑话。我的妈呀，我怎么感觉这我怎么感觉这一季的媳妇这么难搞定啊啊啊！我要疯了！再来。什么心情的呀？哇，成功率这么低！送他金苹果，他居然不会长大！我的天哪！你这一期的媳妇可能有点怪。他究竟经历了什么？为什么送他金苹果他不会长大？那附魔金屁股呢？我看试一下。哎，八公什么鬼？哦，他身上没有糖了。女仆妹子身上没糖了。所以呢，哥哥，你是让我给他弄糖吗？等一下，我做一个附魔金屁股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媳妇。哎，我哪来的孩子？完了，他就是不长大。别告诉我，他就是这么小的。哎呦，找不着好看的男生。我的妈呀！小琳娜。嗯。我过来陪你了。我那个媳妇可能大概也许，我可能大概也许，不能把自己给嫁出去了。哎呸！哦，算了，哦，我还是找个妹夫吧。哦，好吧，我正在找呢，哥哥。没有，等一下。没有，没看到好看的。模式是正确的呀。上一期的就已经算是一般般了，但是都没有比上一期一般般的。去大一点的村庄呀！你是不是傻哟？这边。好气哦，但是要保持微笑。大一点的村庄它人口也多呀。我开一下天亮吧。哎，这个村民的村，呸，这个村子的村民呢？在这边呀，你没看到吗？这村子不行。我又看到一个你媳妇，哥哥。又看到我媳妇。那TP我快点。我的妈呀！自信的个性是什么情况？心情被捉弄，我应该会扔到地狱里面去，不要他。等一下，我就不信了，我就不信了。哎，你别走。再跟他聊个天看。你的手正在向我展示巨大的力量，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？再握个手，你好呀。然后呢？再握个手，很有礼貌。如何放心呢，大哥？算了。你干嘛要如何他的放心啊？我觉得我。等等，
等等，哥哥这里还有一个你媳妇，提提我快点。我似乎明白了，真的，我似乎明白了。嗯，我似乎明白了。嗯，我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虏获我媳妇的芳心了。嗯，因为我在上上期把我的岳父掰弯了，所以获得了这个成就。我是不是要跟他结婚啊？应该不用吧。神经病啊，我勒个大擦，怎么能这样对我啊？哥哥，你这里还有个媳妇，我把她带回去吗？我怎么办啊？我怎么办啊？好想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有个方法，我还有个方法让我媳妇快速长大。既然送她金屁股没她没反应的话，那咱们带一个铁傀儡回家，铁傀儡会跟小村民送花花，送了花花之后，她就会村民就会长大。嗯，所以你去吧。完了，别告诉我，这你好，我知道有人喜欢你，是你爸吗？我也知道，是我成功的把他给掰弯了，但是我喜欢女的，我不喜欢男的。他们害怕我这个。我觉得应该送自己一首歌。娘娘。就让我孤独终老吧。嗯，好的。不要理我，我一个人要去、嗯、要去孤单的远方。嗯，去浪漫的土耳其。捅你个头！吃一嘴巴的狗粮。不是岳父啊，岳父，你把我害得好惨啊！为什么？你都已经结婚生子了，还能被我掰弯的吗？好了，哥哥，我找到一个男孩子了，我带回来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嗨哥，我点了个特殊，这里显示与配偶离婚，显示领养婴儿，显示重置婴儿。我的妈，你是魔鬼吗？你是魔鬼吗？哎呦喂！带我去厕所哭会，这期就暂时先到这里了吧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